觉得最好看，对，最帅。我是多余的吗？现在在这里。哎，我说真好，这两口子就是你真的能看到那种成熟演员的那种稳。张智霖老师他之前给我感觉他演戏是一个很比较活跃的，有点小机灵的那种。我今天看完之后，我发现他还是可以很稳重的来塑造夫差这个角色。袁咏仪老师经常会演一些比较洒脱的、比较可能男人婆一点的一些形象的。然后今天就是看到她和那么女人味儿的、那么淑女那一面的东西，所以今天看到感觉还是反差挺大的。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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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 ，Hello， 非常好，你好，张颂文，谢颂文，你好，张静初，你好，对对，张老师你好，张老师好，哎，最帅的那个呢？哇，这个帅哥是谁呢？没有跟袁咏仪就拍戏的很熟了，就刚大家在聊着面膜啊、美容啊，都。像今年后来拍《冲上云霄》也是有点改变了。Captain Tom， 哎 ，Jordan， 哎，听你传闻好耐，一直都想跟你合拍嘢，今日终于有机会，对吧？这个反差，你看到袁咏仪老师本来都是风风火火的，演这么温柔也很少有吗？当然啊，一直以来都是他迷惑我的，我怎么可能迷惑他呢？对我来说是非常难的挑战，对吧？是是是。还有就是，如果有机会跟他说我会自杀离开他，他开心了立刻跑了，怎么可能？我演的就比较轻松一点，我就是模仿他就可以了。他平常在家就是一个霸王嘛。哦，这样的。对。我知道袁咏仪老师，她私底下其实是蛮霸道的一个女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就是我们要搞清楚，是比较爽直啊，比较爽直。爽直跟霸道没关系。所以我刚刚看就是你有很娇小、很女生、很温柔的一面的。我相信每一个女生其实，在心里面都有那个断背山的。哦，对不起。温柔的一面。对吗？你那个时候，你就要把那个人变成你觉得最好看，对，最帅。我是多余的吗？现在在这里，就是你一定要自己很投入，对。当然，对手很重要了，对吗？当然。于老师，我想问你，问我为什么？听说之前您和二位老师有。很早期的就合作，对对对，他们应该不记得了。我给他们做过龙套，是吗？草民县令，小人李运生，又名来运。我出道的第一部演的戏就叫《草民县令》，那张智霖、袁咏仪是男女一号。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做编剧了，但是对于表演不死心，还是想去演演戏。那这个戏终于让我彻底的认识到自己不合适表演。辣目洋子是一个单亲妈妈，含辛茹苦养大女儿楠楠，但她仍然热爱生活，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。这个钥匙可以啊，钥匙。杨子，我都追你这么多年了，你也不给我表态一下？不可能，是的，不要再执着了啊！我喜欢小鲜肉，看不上这种老腊肉。我怎么就老腊肉？我也可以小鲜肉啊！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艺术细胞的男生喜欢吗？大伟，精神的喜欢吧。省省吧你，热情的。你这叫热情啊！约了人，回见。太美了，跟着节奏一起来，向左，向右，向前。掌声加个 pose 向后，冰冰，来了，快！
哎，向左，哎，向右，今天教你贴面舞。贴面舞那很难啊。不难，我教你啊。假如把你教会的话，你可以答应我个条件吗？真坏，这么直接。阿翠说，好孩子就是要直接。行，真是好孩子。我们开始吧。我们不是已经开始了吗？而且你都已经快学会了吗？是你教的好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妈。啊？你们年轻人现在都流行管女朋友叫妈了吗？不是，我和奶奶交往了三个月，想要得到您的认可。啊？哼，这是你说的条件呢？那你之前对我的好呢？当然是希望可以得到您的认可，我和奶奶是真心的妈。真是个好孩子，知道阿姨怎么想的吗？怎么想的？认可个屁！做你妈的梦吧！妈，贴面舞，真是不要个脸了，长得。妈妈，我和冰冰是真心相爱的。成全我们吧。含辛茹苦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就给我找个健身教练。是你之前说健身教练这也好那也好，你忘了吗？此时彼时啊，我一个二婚的跟你黄花大闺女能一样吗？趁早给我断了。妈，从小就没有爸爸，我真的很希望你能认可我吗？把戏剧学院那套给我收起来。好，妈，你逼我是吧？你能搞我不能搞啊？我多大岁数了？你才多大岁数啊？我都25了，我还没搞过对象呢。怎么跟妈妈说话呢？我就这么说话，怎么的？你这。嗯，二位需要什么服务？让我猜猜看，楠楠。问他。阿姨。问他的。楠楠。问他。阿姨说吧。非跟什么谢冰冰在一起啊？那谢冰冰是个好玩的吗？怎么他就不是好玩了呢？我就不腻，我就要跟他，我就想要他，我是怎么的嘛？我知道了。哎，这个问题很简单。多个朋友多条路嘛，有事找王姨。像我这么 beautiful sweet girl， 只要一出场，勾搭他一下不上钩，那就是好男人。你？嗯，我觉得可以。走。有机会，没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没机会，有机会。没机会。哎，哎呀，来人呐！救！小姐，您没事吧？啊。我扶您起来。嗯，太疼了。慢点。您没事吧？小伙子，你能送我一匹马吗？什么马？你的电话号码。啊。你知道我是什么做的吗？什么做的？为你量身定做的。啊！小姐，您太特别了。啊，奶奶，你不怪我。朋友。啊。什么情况啊？妈来，我妈来，我妈来了，我妈来了。妈。阿姨。我和奶奶是真心相爱的，请答应我们吧。别以为你经得住了诱惑，我就会允许你们在一起啊。谢冰冰，我问你，我们家楠楠喜欢吃什么、喝什么、有什么不良习惯、喜欢去哪里、什么星座、什么血型、什么生日啊？他喜欢吃火锅，爱喝冰红茶，不良习惯有很多，特别是冬天喜欢喝冷饮。他想去罗马，12月20号生日，巨蟹座 A 型血。记得这么清楚，
不光这些，还有楠楠想要的一些网购，我都可以帮她抢得到。行吧。来，已经是一家人了，到中间拍张合影。一二三。哎，你在这干嘛？我就知道你喜欢健身的男生，为了能把你抱动，我都坚持练了两天了。看，小肌肉都练起来了。哼，你怎么这么执着啊？古人说过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嘛。古人还说过呢，自古红颜多薄命。没想到我这样的美女，就还是配了丑男。你这么说，我有机会了。是我认命了。哎，你放下来！我最讨厌健身的男人了。广场舞我也练了，来等什么？等什么？来吧！哎，怎么身体不由自主的？哎，Me!